中国最有流量的四位男明星。第一位杨洋，中国内地男演员，1991年出生于上海，籍贯安徽合肥，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，2003级舞蹈。杨洋和迪丽热巴主演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备受大家喜欢。第二位王一博，1997年出生于中国河南省洛阳市，于2014年出道，因和肖战一起出演《陈情令》而走红，成为目前最红的男明星之一。他有着可盐可甜的帅气外表，还有着很强的舞蹈功底。第三位肖战，1991年出生于重庆市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。肖战不仅是我国目前最红的男明星之一，还是全球最帅十大男明星之一。他不仅长相阳光帅气，还有着精湛的演技，在粉丝面前也非常有青春文艺范。第四位任嘉伦，1989年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，中国内地男演员、歌手，曾演过《大唐荣耀》《锦衣之下》等古装传奇剧。大家一致认为古装美男子任嘉伦无法超越。家人们，哪几位是你的男神？